心底，我实在没出息，不可以，我一定要转身。为什么春天加上青春期，我就克制不了自己，不可以，那真是罪大而起。爸爸说考上大学后春天才会真的来临，到时候要叫什么样的女孩子不可以。他以为他很美丽，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，我一点都不在意。我们考上医学系的学生最得意，就在家里自然会有人来想起。为什么我一念到六年级却还没有一点动静，看上我的只有病人和细菌。他们说将来开业赚大钱，春天才会真的来临，到时候要娶什么样的女孩子可以啊。自古都是英雄爱美女，不是英雄也爱美女，但这年头的英雄和美女如何定义，是谁曾经这么告诉我，你再没获得最后胜利，谁知道你在说的时候心里想的什么东西。路上的车子价值越名贵，里面女人就越美丽，什么道理，我就没这个福气。过年我就37，拥有十月和学历，为什么就是没有爱的讯息？究竟我还需要多少努力，春天才会真的来临？到时候难道只要是女孩子就？37，拥有事业和学历，为什么